边个报警啊？喺呢度酒店经理。喂，你好，阿经理系嘛？阿赵经理，赵世强。诶，赵经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报警啊，系嘛？系。咁你认唔认得？诶，呢条裙系边个噶？我知。风阵阵咁嘅。 差佬，搞咩啊？一日件三千多啊！你又系魏小姐？得啦得啦，我再动啊嘛，里面仲咩事啫？我而家怀疑你涉嫌谋杀梁仲文。做咩？做咩？真系唔关我事嘅，我系咁意攞你嚟勾一勾啫嘛，勾一勾，你当时都仲生勾勾嘅。我希望你小心你用嘅字眼啦，勾喺袭击人嘅五大方法里面。 劈、勾、插、打、搣系属于第二位，好严重嘅罪行嚟噶。我想请问你，你同死者梁仲文系咩关系？你今日上去佢度系为咩？佢系我上司，佢系我公司嘅 district manager，我系佢个 team 嘅 team leader。其实我同佢冇关系，我真系唔系话好熟噶咋。你一路都冇谂过同佢发生啲咩亲密关系嘅。咁但系咧，佢约你上酒店，你又去喎。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从来冇谂过佢心里面谂紧啲咩嘅。我有谂过，但系未发生啊嘛，未发生肯定唔系话一定系噶啦嘛，系咪先？哎呀，总之咁多嘢发生嘅话，叫我冇份工我都可以唔要噶啦。其实我唔系话嗰啲男女搞人伦关系嗰啲人嚟噶，所以咧，我着定条牛仔裤上去咯，因为有咩衣我咪即刻走咯。咁啱见到呢啲咁嘅嘢，我咪一嘢牛。喂，咪住先。 正话你话俾我听话咩咩唔知乜鬼嘢，又咩惨乜嘢，咁边样嘢最轻噶？我劈勾插打搣里面咧，当然系搣系最轻噶啦。咁我咪系咁样搣咗佢下咯。咁你会唔会系唔觉意啊？一时之间用力过头一搣就搣死咗佢？搣啊！搣都会死，唔系啊嘛。 唔使褪 ，no problem， 咁都好过冇啦。知足常乐啊！哇！哇，娘，你有冇搞错？你换咗 super 唔话我听，哇大镬你冇！我寻日去开超级市场啊，见到有大减价咯，咁咪帮你买把新噶咯，买一把新 super 啊，送5片刀片添噶。你换乜鬼嘢型喎？呢个？ 咩清爽型？我用嗰啲豪迈型啊嘛！嘿，有乜分别啫？唔系又系刀一把？咩男人啲嘢你唔？人哋用 super 好贴身噶，你换一换，哇！而家你睇下，成面血啊，真系。哎呀，头先你揸住又唔见你讲，哎，而家自己剃选就呱呱叫，鬼杀咁嘈。阿娘，你讲咩话？咩话？ 真系两种唔同型号噶喎，你咁贴身嘅嘢，个人用两种唔同型。阿亮，翻工啦！喂，你未食早餐噶？皮衫焗裤。 孖煙通，我用兩種牌子嘅 super 都唔貴，而家你啊底褲都分兩隻，咁貼身嘅服務。等我嚟，亮燈儀式得啦。哎呀，酒店咩嘢好，酒店你好，夜跳彈床你屋企得唔得？哎，柯Sir，你打算住幾耐？咁啊，嘆世界呢家嘢十。 18日都唔定啊！我谂十日8日，讲笑啫，住多一日都破产啦、啊！<笑>喂，啲厕所系咪有嗰啲咩泡泡浴啊，定按摩浴咁样噶？1203号房9钟 check out， 你打电话上去check一check。OK， 120 ，sorry，reception， 哦，我即刻上嚟睇睇。做咩事啊？
1203号房话唔见咗嘢，唔 check 咗住。二啦，唔系真系唔见咗啊嘛？我上房，发生咩事啊？啊，经理经理，我唔见咗一样好紧要嘅嘢。见咗啲乜嘢？我唔见咗只表啊！手表。嗰年我教练咧，因为我跑完100公尺跑足全程咧，就送俾我做纪念嘅，好有纪念价值噶。间房有几大啊？一定搵到。唔该你，唔该你，帮手搵。喺嗰度我揾過啦，朱同華喺呢頭啊，我揾過曬噶啦。死啦，唔係真係唔見咗係嘛？冇嘅。點啊？見唔見啊？仲未揾到。哎，你繼續幫我上揾，我老婆上嚟幫手。我要唔要報警啊？嚇！我差佬嚟報乜鬼警啊？冇理由噶，明明喺呢度噶，自己就系个凶手。咁真正嘅凶手系边个咧？当时我仲仍然坚持一个假设，呢个凶手系一个女人。喺啲杂物里面，我揾到三样其他女人嘅物品，似乎证明咗我嘅推断系冇错。李太、梁太佢哋表面上就系 Simon Leung 嘅客户，其实暗中就同佢有啲不可告人嘅关系。換言之，可以講得做係佢嘅秘密情人。佢哋幾位會唔會有可能係兇手咧？呢個推論好快就被推翻，因為幾個都有不在場證據，而最緊要喺酒店有人可以證明佢哋當日冇去過酒店。呢位就係我哋非常盡責嘅趙經理。嗰個酒店嘅經理同我攞車嘅，佢可以做證㗎。個酒店經理可以做證㗎，佢次次都幫我撳 lift 嘅。我4日前去過。酒店嗰個經理 Kenny 可以做證。我非常諒解嘅，一個盡責嘅經理，梗係會用盡一切辦法去幫啲客人咧保持私隱嚇。咁我喺度豬般調查，你自然會對我作出豬般嘅阻攔，好理解嘅。問題係咧，你盡責啫，點解你可以叻到每次我一腳踏入酒店，你即刻就可以出現喺我身邊？有咩可以幫到你？唔知有乜嘢我可以幫到你？我點都撇唔甩你。原來係因為你每日都好盡責咁睇緊酒店嘅閉路電視，唔怪之你咁清楚嘅行蹤。我想查又冇得查，真係可謂困難重重。但係我仍然鍥而不捨，鍥而不捨，係鍥而不捨啊！我仍然鍥而不捨，排除萬難，開始我嘅垃圾行動。係仲為咗咁付出我沉重嘅代價。喂，仲嚟？唔使騰 ，no problem。20蚊啊嘛，今次唔得噃，要咁多。因為我相信呢個死者仲有一個秘密情人，可能啲垃圾裡面有啲我需要嘅資料。但係好可惜，喺嗰堆垃圾裡面咧，我再揾唔到任何女人嘢。相反咧，我揾到兩種好唔同型號嘅蘇跑同埋好唔同 feel 嘅底褲。喂，小弟都自問下八面玲瓏，能屈能伸啦。但係我都好難適應啲咁唔同感覺嘅底褲噶嘛。Simon Leung一個咁講究生活嘅人，識飲識食，點會對自己咁唔體貼咧？我心裡面有一個好大嘅疑問，我真係唔識得點解決。直到我得到我上司史高拔督察嘅啟發。你仲係孖煙菇啊，定三角褲咧？真係男人老狗睇下冇乜所謂，但我點知道你係咪基嘅？喺一剎那之間，我忽然間打破曬自己以前嘅諗法，可能 Simon Leung 嗰個秘密情人根本就唔係女人，係一個男人，而呢個人仲係一個我一路都忽略咗嘅人。於是，我翻去酒店度 set 一個局，如果呢個人就係 Simon Leung 嘅情人。佢應該會對 Simon Leung 嘅一舉一動非常之咁在意，佢會甚至乎不惜喺 Simon Leung 間房度裝上一啲閉路電視。係我喺 Simon 間房度裝閉路電視。你終於肯講嘢啦，咁我將以下嘅時間交俾阿招先生你啦。
由 Simon 第一日搬入酒店住，我已经好留意佢。佢真系一个好 nice 嘅男人，所以我每次巡房都不经不觉咁走到佢房门口度。每次我都见到一啲唔同嘅女人由三文间房走出嚟，全部都系一啲有钱嘅中年女人。三文究竟同佢有咩关系咧？我心一直好疑惑。梁生，你冇事啊嘛？梁生，你走啊！唔使理你啊！梁生，你开门啦！梁生。我叫你走啊！梁生，你冇事啊嘛？唔使理我，你唔好死啊！梁生，冇啊，冇啊，梁生，你唔好死啊！你冇咁傻啦！我真系唔想做人。Simon， 你咁做我好心痛噶，你知唔知啊？你讲咩啊？那個豬太變態了，他要你錫他隻狗，你不知道啊？算了，三文，我不想你再被班富太玩了。這幾年我儲了啲錢，我哋一齊去外國由頭開始過。去外國？你講笑啊？你和我咩關係啊？嚇！上次我蕩失路咋，以後我都唔會啊！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啦。你根本就好憎啲女人，你陪佢哋为咗赚佢啲钱啫嘛，你同佢哋系交易嚟噶。系啊，我同啲女人系交易啊，但系咁样唔代表我唔中意女人。我要女人，一街都系啦，使揾你？为咗证明俾我睇 ，Simon 做咗一个好愚蠢嘅决定。啊，系咪咧？都话咗啲女人净系会 hurt 你噶啦，有钱嗰啲又伤害你尊严。冇錢嗰啲又傷害你身體，呢個世界就係得我對你最好。哎呀，你講完未啊？夠煩啊！話咗唔會中意你噶嘛，我唔中意男人噶。我知，我知你仲未接受到真正嘅自己，但你應該明白，我做咩都係為你好嘅。使乜你為我好啫？你唔好纏住我最好。你話我纏住你？我為你做咗咁多嘢。我真系好中意你嘅，细哎呀，你变态嘅咩？你话我变态？你唔系变态咩吓？你男人嚟噶嘛？世上咁多女人，你唔中意，中意男人？你变态好啦，咪以为我都变态啊？你太过分啦！爱啊！我同你讲啊，嗰日我饮醉咗先会系咁嘅，而家我醒咗，以后都唔会再醉。从今以后，最好唔好俾我见到你，因为我见到你咧，我直头想呕啊！细蚊，仲嚟啊嘛？Simon， 又点啊？我真系好爱你嘅。Simon，你认为你得唔到嘅嘢，你就有权毁灭佢啊？是我杀死他，他抵死，他抵死啊！